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次的 Vlog 呢是，我单枪匹马带这两个小家伙直接去那个动物园，因为没有试过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动物园的。以前呢都是有妈妈在，就是有妈妈帮我推一推啊，帮我非常大的忙，所以因为妈妈没空嘛，我也答应过那两个小孩子要带着他去那个动物园，所以我去了。非常的，接下来你去看一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去片。自己剪好哈，把它放好。哎，对了，妹妹你也帮帮哥哥。对了，但是这里还有些剩余。好 ，good job。今天呢我们要去那个动物园，因为上个星期我们没有去，这个星期一定要答应过他，所以这今天一定要去一天。现在我就吃这个我的麦片，吃完麦片我就带他们出去了，他们已经一早就吃完了。你看昨天他流鼻血放在后面，这样燕一个，妹妹哥哥一个，加上这个还要帮他们大尿便，快，妹妹也是，对，妹妹也拿两块，就 OK 了。你看过分，现在每天都要拿着 GoPro。对，你看 ，Don't touch，Don't touch， 他叫他妹妹 Don't touch。你到时候爸爸再给一个给你哈，这是哥哥的。Let's go，Come on。那你开门 ，Go， 可以吗？我帮你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动物园，但是呢它没开门，但是网上说呢是9点开门的，现在是应该是8点多，我们那个车比较早，还有2分钟再开门。刚刚在公车上呢好有一个很好心的人，本来我的车是推不进的，他也有个 BB 那个椅，后来呢他就说等下一站我帮你调我的位置给你，因为他看到我们有两个嘛，一般都是，所以带两个的好处呢是人家会让你，因为人家只有一个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就是那个人好心了。开门了，我们去吧。因为我昨天晚上拿到票了，这个票呢是10磅钱吧，大概10磅钱一个人，但是小孩子呢，桂粉已经3岁了，3岁呢他要4磅多，妹妹是免费，妹妹没有到3岁。这是他们两个 ticket， 这是 receipt， 这是不用看了，以前我买了年票。走吧，带他们去逛一逛。这以前呢就是我们经常来的，但是呢现在我办了那个，自从我办年票的东西我跟你讲都是不会来的，都是办年票就是来一两次，所以索性就是不办了，就单次买。你看他叫我过来看狮子好不好。你想下来吗？这里有狮子啊。好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如果你想下来你就下来。哎呦妹妹，哇，忍者这么快。忍者走。那你要跟着爸爸啊哈。这里是看狮子，看看这狮子出来没有。哦，狮子都睡觉呢，是都没有狮子，你看都没有狮子。狮子在哪里？狮子在这里。哎，拉雅好像不是很想理我们。哎，和他 high five， 妹妹 high five。
high five， 很 like high five， high five， high five， 妹妹，来打 high five， 哇，你怕不怕？说实话。我会。是红萝卜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什么？桂凡，小鸟，是不是？妹妹，这个是喵喵喵喵喵，哪来的呀？啊？他们在上面睡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网熊吧？这个应该是这个大乌龟。你觉得是真还是假的？真的好像假的，你看。熊熊，瘦瘦，哇哦，这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哇，你看这个，咦，这个好像妹妹哦，这个好像妹妹哦，这个像你吗？啊，还是觉得猴子像你？害怕这个，快把过来，你看他，那。进到来以前最常来的这个叫做星星馆。哟，你看这个星星在这里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好像知道我们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两个，我们像不像星星啊？人类就像好像星星那样的，你看，这星星在哪里呢？哎，这星星，你看这个小星星在上面，呦，你看。哎，他躲着我们，我再远一点。啊，这里看到了。对呀，你看那个小星星，他摸到爸爸屁股，摸到屁股，他爸爸要搞他。哦，这个是头啊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他就在这里睡觉的。他们那边有吗？上面应该没有吧？上面哦，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活动。哦，原来他在这里，贵粉哦！我跟你说，你看，哎，对不对？像不像？好像贵粉哦。我发现一个东西更像你的，就是他，看到了吗？那个剑，那个那么多那个木给他爬，要不这种东西啊，他很喜欢爬的。这个叫什么？长臂吧，应该是长臂猴。哎呦，他拉大便！哇塞！哎呦，又拉！哇塞！你也太猛了吧，兄弟！你又在看着我，你不要拿屎来扔我。是我们好像叫水贼吧？哇！他扔了，这里有个饲养员扔东西给他吃，不知道他吃不吃。哎，这个他扔的那种是小鸟啊，你看，就是小鸡那之类的东西。哦，出来了，真的，你看，哇，好多东西他出来吃了，哇，这个又出来了。哇，都是小鱼，这个是大鸡，这个有个大块鸡，吃鸡，对，吃鸡，哟，下去了，吃了，你也要吃啊？那叫他给点你啊？要吃，要吃哪里？要去哪里？我要接妹妹啊！你要去那边对不对？那我要接妹妹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我发现一个更像妹妹的东西，真的很像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我的天呀、啊！肉哈，真的超小的，但是的尾巴好长，好像老鼠的尾巴。你喜欢吗？能。
它这种鸟真的是一动都不动的，你看，非常稳，你看它动都不动，哇塞，真厉害啊，它们动都不动。你看那个也是。这动物园呢，基本上冬天的话呢，很多动物呢都在室内，一般冬天呢它们呢不是很愿意开放在外面。我看到好像那个企鹅的它又 close 了，还有好像那些猩猩啊都全部躲在里面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动物园就 OK 了，就等龟粉在那里玩一下，我们就回去，回去呢我们就去吃个中午饭，吃个 Nando's，吃烤鸡，要不去吃别的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他玩吧，等一下他吃。哦哦，他掉下来，他回来了。要不他两个小时都不走的，你看。不是不是不不是爸爸不给你玩，是今天那个这个地下太湿了，那些太滑了。刚刚你的滑。哦，你听得懂吗？哦哦，他听得懂吗？这太滑了，我们去玩别的好吗？刚刚你都摔了一跤了，对不对？妹妹也在等你了，好吗？我们真的不好吧？等一下，下一次 ，OK？ 嗯，好吧，就这样说吧，走吧，来。You like it? No. 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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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妹妹喜欢吗？啊？亲亲屁股先。No, dad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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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snake.Okay. 哎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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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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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. 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次的 Vlog，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 Vlog 呢，真的要给我点一个赞或分享一下，记得订阅我。接下来呢，我也剪了头发了，自己剪的。接下来这个下一步 Vlog 呢，就是说，我剪头发，还有带孩子去买一些东西。在下个 video 见吧，不多说了。我是不要去做饭了，那我去做饭吧，拜拜。